我说过要换人吗？不换吗？如果林小姐要续约的话，我可以考虑。林婉，我有事找你。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一会儿开始录制，你选刘默，我要选陆巡。你觉得我傻呀？陆巡是金主，分量绝对不会少。上一期你的镜头已经够多了。我要陆巡的人气。刚录音的事是你搞的吧？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是先跟我讲。20万。我给你20万，条件是下一轮的3日情侣，你不准选陆巡。可是50万。我不是100万。陆总希望换 CP 吧？不。那陆总觉得林小姐会换 CP 吗？她不会换的。我可让公司大力宣传你要参加恋综，物料我都发出去了，现在你跟我说不录了，难不成是因为林婉选择要换 CP？ 你脑子坏掉了，我这才离开多长时间你就换人了？这下可好了，让那个刘岩和陆巡在一组，他不得可劲作妖吗？可是他要给我100万，跟陆巡续约得花钱，现在除去付给他的11万5，还剩88万5。他真的转给你了？这下林婉的医药费就不用担心了，这是头款，3天之后他就把剩下的发给我。我们签约这个才30万，这么算下来的话，等于白赚了70。那要是这样说的话，把陆巡让给他3天也不是不可以的嘛。3天之后咱再给他赎回来呗，稳赚不亏，对吧？哦，我就说我一直感觉你对这个林婉不对劲。不过，你一直喜欢的不是高中那个疑似跟你告白的女孩吗？这就变心了。哦，就是她呀。嗯，不过这么多年我也没搞明白，什么叫做疑似呀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从现在开始讨厌我吧。你这就要走啊？节目违约金从我账上扣。没事，你走吧。之后啊，可都是单线 CP 任务。你走了，正好可以给别人机会。林老师，弄好了。谢谢。林老师，临时出了点问题，刘默那边受伤了。临时缺席今天的任务，我们调整了一下计划。你跟着陆巡和刘岩，这样话题也比较大。毕竟你们昨天刚新换了 CP。受伤了？嗯，对。今天的单线任务，我去不了了。我腿疼。我腿断了。断了？他们今天是烘焙的任务。我们给你们的设定是偶遇，来增强戏剧性。你跟陆老师多互动，镜头肯定多。但我不能跟他互动，我要是尾款呢？怎么，叫呼救机。3、2、1。
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家甜品店，这样每天就可以在甜蜜里上班了。你不会要跟我们一起做蛋糕吧？哎，没有啊，难怪你呢。你，哎，你们拍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郑子妍，你给我站那儿！这不是老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。临时加素人也没什么戏拍吧？你没看到陆巡的反应吗？林小姐，你可以啊。这个陆巡还是像高中一样啊，总是有丑。原来你们是高中同学啊，还真巧。现在郑老师呢，他是牙医，开了连锁诊所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做提拉米苏啊，这数据好复杂啊。我高中呢就出去做练习生了，数学可能不太好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你可以用计算器。好，各位老师，接下来需要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你们的蛋糕，大家记得多互动。哎，那边怎么没有肉桂粉？你帮我去那边借一下呗。我不能去打扰他们。陆巡啊，肉桂粉借我们用一下。不借。给你。哎，你。用完了。前组搞事情了，只有他们那边有牛奶。谢谢。没了。时间到，各位老师现在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互相品鉴对方的蛋糕。林婉，给。你不是巧克力过敏吗？我来吃。你都吃了，还有一颗。我记得你最爱吃巧克力了。